打完了。好像我吃一口。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真不好吃啊！哎，朋友送的。我这买的。寄过来的。寄过来了。我操！牛皮。停停停！是谁的责任？我都转一半了。我操！我的孩子，那个怎么搞的？酒驾，考着了吧？啊、我的还撞车了，还。你开太快了吗？你就是。哎，当然不急了的。前方闯红灯事项，限速60。我靠，撞了，看着没？眼看看撞上去了。咋的？呀，我靠！一会儿再。有没搞错啊？真是。嗰阵我22、23岁，你知啦，即系呢个年青力壮反叛期间，你同我讲香港冇。哇！好计，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啱啱储。
前方主路限速摄像，限速60。操你妈的！前面出租车不是空的，没拉走，啥人？啊！这会儿中了，走不了了。前方闯红灯摄像，限速50。操你妈去！红灯摄像，限速70。哎呦，你慢慢的抱跟他呢，你真，你看叼着东西，你坐大车干拿东西，你抱跟他，这装车。前方闯红灯摄像。